右后脑袋痛，右后脑袋痛，右后脑袋痛。我又看到天上一个像救生圈一样的圆形的东西啊，救生圈一样的啊，然后看到两个角，看到两个角，看到两个角，然后一个角消失掉了，另外一个角啊，就像那个植物啊爬藤似的啊，植物爬藤似的。植物爬藤似的，绕在那个救生圈里边啊，绕了好几圈，好像它可以无限制的，绕上去啊，有那个植物啊爬藤似的啊，绕了一圈又一圈，绕了一圈又一圈，一个腿，啊，左腿不见了，右腿就变成了那个绕在那个上面啊，绕了一圈又一圈，像爬藤似的啊，这个是从来没想象过，它就是要让人们看到啊，看到。外星人有这个能力啊，有这个能力，可以千变万化，可以千变万化啊。那确确实实环上只有这么一个人，就像个救生圈上，就现在显示给我看啊，这段时间显示只有一个人啊，在那边慢慢做这个实验啊，一个人在试这个实验，也许是只是演示给我看啊，也不一定是在做实验，他们已经早就知道了啊，之前是在做实验啊，重力试验的时候很多人在做实验，现在总是那一个人在做，一个人在做，也许像放电影一样的，告诉我啊，也许告诉我他们有这个特点，这个性能，在他们的控制下可以实现好多的功能啊，可能是这个啊，反正我现在看到的是这个，看到的右脚像爬藤一样的在上面转了好几圈啊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啊，再见啊。